这绕半天了，跟前也没有加油站呢，这他妈上个外地是真是呀，这有人。哎，大哥，这带的啥玩意儿？招谁大哥呢？呀，那美女啊。啊。啊，那啥，我问一下，你带撞啥啊？为了安全呢。为了安全，我那啥，我外地的，我问一下，这跟前哪有加油站呢？你上车，我告诉你在哪。上车告诉我一声。啊，这上个外地找啥玩意儿太费劲了。哎，你好美女。那不好意思啊，刚才认错了啊。没事。那啥，那个哪号加油站呢？这找半天了没有着啊。我给你查一下子吧。查使啥查？打开屏幕。跟我。你好未来。跟他说话。你好未来。查找附近加油站。啥玩意儿？跟他问他。找到这个加油站相关地点。啊，这么近就有一个啊。这设备，这设备挺先进的，这直接就能导航了，直接就去了。白天模式呀，语音操控的，语音操控的，里面有电子狗吗？带着呢，电子狗。哪块有拍照测速他也说呀，实时播报。妈，你这玩意儿可真挺先进呢。这还先进呢啊，看没见过啥世面。打开流媒体。啥都没见世面。打开流媒体。打开流媒体，打开。这啥镜子？这瞅哪儿呢？这不瞅后面呢吗？五位视野广角的。对呀。你把切入啊，前面也能看呢，能看呢，你划它，前后双车双路，还这是 ADAS， 这是 ADAS 呀， ADAS 行车辅助，对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啥镜子呀，它还能听歌啊，智能语音能听啊，咋听啊，你直接跟他说，说啥玩意儿啊，直接继续播放，继续播放，这不得酷我运河啊，咋样，妈你这个设备挺先进，这多少钱装，几千块钱呢，全下来几百块钱，几百块钱啊，这啥有歌词啊，有歌词啊，不嘛带流量啥的吗，带着呢，哎呦我的妈，这玩意儿是真挺方便的，那我那啥关注你，又在那整一个吧，在这整一个，谢谢你啊老妹儿啊，没事。